你要是让我接你的话，那我就直接就是有人在房子里面，有人，我他妈怎么老落地面上？你这个梦让我做的有点长远了。真老六，外面有一个，陈建哥。对。他人在，他人，陈建哥。来来来。喷子，哎，我离他妈几米。那喷子真牛逼。在他房子里躲着了。我操！跳喷！多少子弹？姐。主楼里，主楼里了还，有人，应该是一对新手吧，人机应该不会抱团吧？是的。应该是一堆，过来给他一臂砸了。到了。好的。最后一个在哪？老不知道。还有三一头呀、啊，狗哥，这个人有三一头。为什么这么晃呀？这个车。我操！哇 ，amazing 狗哥。不是，他没打你头，没打你甲，怎么蛮屌的？这个人好，不是，我操，玩三级甲三级头。